好的，这里是 FM 20999绿绿丝绸，在恋恋缠绕，跟着 CZT Sophia 一起525的一个网站做一个直播的测试。那今天这是一个快闪的测试，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瓜牛必究砖，它非常的小。那过去是在这个提供给通车族的人来使用，它可以在手掌心很愉快的来作画，然后呢不用花太多时间，也不用太多的技巧，就是只要把内在画出来就好了。那这个砖叫做瓜牛必究砖必究。好，那我们使用的还是 Zertango 的原创。那它的大小是多大呢？非常的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是5公分，宽也是5公分，所以是一个5×5的方块。那非常适合上班族，就是在闲暇之余呢想要来做一个 Tango， 那就可以呢很认真的用这个小小的方砖来练习。那我们今天就一开始来测试我们的网站，然后呢我们使用的就是必究砖，时间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来做一个快闪的测试。好，首先我们一样也是用这个 2B 的铅笔做4个点。
成一个面的一个暗线跟边框。好，那这个暗线跟边框不用非常非常的直，那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那我们使用一支黑色的笔，那我今天使用的是01。好，那我们怎么样来使用 壁灸砖呢？如果你有在这个绿绿丝塾看过绿老师画的壁灸砖，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图样就好，不要有过多的图样，过多图样会让你呢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说过，今天是一个快闪的测试。往后呢，我们的直播都会放在525的一个社团里。那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开始另外一个100禅。不过今天也可以测试一下大家，看看在这个525社团里面是不是很流畅，然后是不是可以呢，非常的开心来画画。那我们今天画的图是木卡这个图形。那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每一个图形呢的英文名称跟翻译无关系，是跟 Zertango 他创办人缠绕的一个，就是他当下原创的时候的感受，所以大家不用太去强记图形名称，或者是呢非常刻意想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英文，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原创人就有说过了，其实它每一个图形都是有故事的，那每个图形的故事它说不完，所以我们去认证的时候它也不会一一的告诉你。那木卡绿老师有把它另外做了一个象征的解释，因为它是流动的变形，所以呢它就是爱的表示。那今天恭喜你们回娘家咯，所以我们就用爱这个来表示。好，那我们翻到正面之后呢，我们要来做木卡这个流动的变形。好，记得把图样画大。那因为我们说要画爱嘛，所以呢是两个木卡叠在一起。里面可以再叠第二层。好，那这个图形非常适合用来这个做卡片的设计，如果家人有几位，其实就可以重复几次哦。接下来里面呢，我们做第二个图叫做新月。做新月的堆叠。
好，那不需要堆太多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开始加入阴影的部分，轻轻的在这个木卡的前端做一个小小的暗影。好，我们再用这个纸笔来进行渲染。每天15分钟的脑瑜伽可以让我们重新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重塑我们皮质层里面的神经元。这就是绿老师推 Zertingo 的一个最大的目的，而且透过黑白分明的画法，不太需要去强调你自己现在的配色，而可以达到真正的放松。好，那我们翻到背面来写上我们今天画上的是木卡跟一点点的星月。那我们星月呢，在绿老师的象征意义里面，它叫做新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就快出来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做第二层另外的木卡。放松你的笔触。好，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从后面画出去的感觉没有关系，再画进来。让这两个图腾有稍微一点重叠，这个时候我们要用重笔的动作来修整我们刚刚的线条。两个图形重叠的地方做圆角，开学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开始忙碌咯，所以呢，每天只花一张5公分乘以5公分的 Tango 时间，找回我们心里面的安定力量，也找回我们爱自己跟被爱的感觉。好，另外一个木卡也是一样，进行了重笔的动作。在重笔的过程，你可以加深它的立体阴影。我们还是利用这个奥顿效应的拍摄的技巧，把两个图形来做堆叠，但是另外一个图形我们用这个描线的方式让它变得深一点，然后就会有层次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打上阴影的部分。再进行渲染。
在外侧也要打上阴影。进行一个大的渲染，在未来我们的 Tango 时间会放到 YouTube 上面去，所以今天在我们社团的测试是为了方便未来可能会有不定期的快闪课程，只有社员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直播课程，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你刚刚的黑线还没有干，在上阴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它很容易会这个所谓的纸的毛细会被我们渲染开来哦。好，接下来我们要画第二层，第二层直接沿着这个刚刚第一层这个地方进行第二个图样。练习从后面画的概念。接下来第三层可以突破，做反方向的动作。好，以层层的堆叠来显示我们的主轴，轴心就是这一个一开始画的这个，所以后面的背景就不再做任何的渲染，只是一些流动的木卡在这个里面穿梭。也训练自己从背后画的一个概念。好，如果你要让它再更立体一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些珍珠。昨日的烦忧无需担忧，明日的烦忧也无需担忧，我们享受当下，就是现在而已。好，当你加完珍珠之后，整个画面的立体感呢，就由你自己来决定。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再加一点这个阴影，可以先强调我们第一次画的这一个爱心交错的部分，就把它整珠加上暗影。不熏开，
就这么简单的感觉，会让我们找回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图形变得比以前更立体一点点。好，接下来你可以拿偏笔，进行呢，在木卡以外的地方，我们画上珍珠、烈酒，做个集合，然后进行边框内的涂满，一点点珍珠、烈酒的组合，大中小，可以超出框线外。碰到边框的地方可以涂黑，你可以画个特大的珍珠，这个时候可以找一两颗珍珠来进行阴影的效果。然后拿出你的白炭笔，轻轻的在上面点出光泽的方向，或者是在我们大的木卡上面，你也可以点出光泽的方向。由于图案非常的小，所以呢，绿老师就没有请你们按一或二来等待彼此。从9月1号开始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跟自己做对话。一张小小的蜗牛砖5×5，然后填满了所有的情绪。好，接下来我们要选择某个色块，比如说我想要填满这一个色块，好，比如说我想填满这个色块，自由选择。在填满的同时，你也可以加几颗珍珠来做点缀。好的，这就是 BGU 砖的练习。不知道像博如、小林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呢？因为他们两个立志呢要开始来画 BGU 砖，所以绿老师开了这个直播课，一方面测试我们的好朋友有没有回娘家了，然后一方面来测试我们社团里面的这个直播感是不是跟在我的脸书是一样的呢？转动你的纸砖，找寻你自己想要的涂黑色块，可以做个脑瑜伽的方式，把一些压力透过着色让它显现出来，不要再停留在你的神经回路里，也不要再给自己压力咯。渐进式的慢慢的涂满，感受自己放松，它是一张很小的纸砖，但是却可以及时帮助你在疫情结束之后，每一天抽出15到30分钟，慢慢的画出自己的
感动。平涂而方向一致的涂法可以梳理我们脑海中所有的想法。好，大概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上我们的白色的证券水样笔，你可以先在手上试一下笔头出墨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可以画上心芒，或者是画上小点，感觉原来这是星空里面的木卡，就像脸书刚关掉的绿绿私塾，好像是一片荒芜，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绘图把自己找回来。你的心芒可以是五芒，可以是六芒。好，做了第一个阶段的测试，觉得涂黑好像蛮美的，那你可以再继续往上找第二个空白的地方来延续这种感觉。你不用在乎你刚刚是否已经做了阴影，你只要在乎你是否能感到愉快呢。所以 Tango 呢，一开始是没有目标的。好，我现在在这边，因为它有阴影，所以我加入了几颗大珍珠，不要让这个阴影白费。这也是另外一种设计的方式。我们可以画两层，把所有的阴影保留下来，再来进行局部的涂黑、涂满，将心事泄露出来。轻轻的转动你的纸砖，没有压力的。最近大家过得好吗？有伙伴说，才过几天没有一百禅，怎么觉得生活失去了重心？有这么严重吗？其实等到一开学之后，大家都忙了，会健忘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会在 YouTube 上面每天督促大家15到30分钟的小小的瓜牛砖，带着大家暂时抛开压力，找回自己。所以要开始习惯没有绿老师的生活，也要开始习惯没有按123的生活咯。好，忽然想要珠珠小一点，所以就可以把它再绕小一点。刚刚一排看起来好像牙齿，感觉有压力。好，这个时候你也是一样可以带入这个心芒，一张很小的砖就可以让我们细细的去画它，去品味它。而刚刚的这个心月，我们可以勾上白色的弧度。好像它有带上光泽的感觉。好，是不是有感受到了呢？这一张纸也是相当的有魅力的哦。我们不一定要画大纸，我们可以画小纸。
好，如果你选择留白，其实你就可以停笔。那如果你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画一点东西，那就可以再把我们这个边边交接的地方做圆黑角的动作。这就像人与人之间在感情的流动里，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留一点圆角，让彼此可以舒服一点，不要太过于直接。在不涂黑的地方我们做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涂感变得更优雅。如果你觉得这里有切身未明的感觉，你可以像绿老师一样随时补上一个黑色的涂满线条，也是相当好看。你的纸砖你可以自己转动，然后呢决定你要做圆角还是要做涂满。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想要让星芒也出现在这里，你就可以像绿老师灵机一变，又把它涂满了。那如果我觉得星空我要延续到上半段，我不要只在下半段，我也可以把刚刚留白的这个地方做深黑角的地方，稍微的几颗珍珠，之外就把它涂黑咯。其他的图形你也可以再去调整，觉得不够圆满的珠珠你也可以直接涂黑涂掉，像绿老师现在在做的示范，就是整个刚刚涂完的现在都把它涂黑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决定，我随时都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改变我自己。就像我们昨天已经把我们的神界关闭，但是我还是可以邀请几位仙女回来，这是一样的道理。那这边我就想要用这个白色跟黑色混在一起，因为趁着黑色还没有很干的时候来做星芒，它就会混在一起，就会变比较淡色的星芒。那就变成好像是一群在夜空轻轻的流动着他们自己的感情的木卡。那如果我现在相当满意我现在的状态，我就整个都涂黑咯，我已经得到了休息跟释放了。所以我们说 Sotango 跟 Zetango 他们都是一起的，只是很多人把 Zetango 当作只是在画画，只是不断的画而没有任何的意义。那绿老师今天用瓜牛壁鸠砖来示范，就算只有一个图就叫做木卡，我们也可以是让它说故事。所以有几位伙伴呢即将要就是开工，然后要透过这个我们的艺术去陪伴更多的人，那就可以来试试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画简单的图不用太复杂，可是却可以跟很多人做连结。教学的确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在课程的设计啦，或是有什么样的需要绿老师建议的，留言给我是没有关系的我曾经帮很多老师设计课程，然后让他们在教学的路上过得非常的快乐。
这也是绿老师对自己非常满意的地方，因为帮助了一个老师就是帮助了很多学生。好，那我这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全部做星空了，所以我就涂满我的黑色天空。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画一些图啊，画着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就是就不小心就画成这样了。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要再加一点点阴影的小微笑。好，这边也要自己决定自己加，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图，它就是一个木卡。我们走过了100天手把手的一个练习之后，现在大家应该就算不要看荧幕，听着老师的指示也有办法的，对不对？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把这个星空往上延伸。不用完全涂满，那现在我们最后呢，找一个角落来欣赏自己的作品。你可以稍微的转动，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正面呢？好，看是要拿这一面，还是要拿这一面？好，确定你的正面之后，签上你艺术家的符号。我把我 Sophia 的 SO 拆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最后再用我们的 2B 把我们的边框绕一遍，把这个作品轻轻的保护起来。再用我们的纸笔轻轻地推动它，制造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是在月光下，木卡正在传递着我们心生的爱。什么时候我们会重启我们的乐园？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像以前一样，可以按着123并且每天期待见面，那就要靠我们各自的努力了。当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的顺心，我们就有余力来到这个艺术的殿堂，然后轻轻地画下我们的日常，也跟伙伴们一起分享。你的心芒也可以到木卡的脸上，虽然会有一点淡，但是也是很好看的哦。Thank you.
好，万事万物只要静观就可以觉得它很美丽。今天回娘家的感觉如何呢？还喜欢今天的这张木卡吗？那我们翻到背面来记下我们今天重要的事件。我们今天重要的事件就是回娘家。好，我们要写下回娘家之后给自己的一个许愿。好，那我给自己的许愿是新的未来，所以我们写下英文字，第一个是 new N-E-W。 好，再来第二个英文字母是未来。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写下来吧，希望我们新的未来呢会不一样。F-U-T-U-R-E Future New Future， 这是今天的主题，希望用新生的爱跟新的未来，我们彼此互相连结，彼此互相珍惜，用最真的心来感动彼此，这是绿老师今天的用意。它虽然是一张这么小的纸，但却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刺激哦。你看它多小，这是我的手掌，可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坚持做久了也会越来越棒的，不一定就是要做大事，我们可以做小事，对不对？所以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有来到我们测试直播的伙伴，你们一定是从我们的这个LINE 的新家知道了这个讯息才来到这里的。那绿老师要借这个在直播的机会呢，跟大家说一声 Thank you， 谢谢你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谢谢你们愿意陪伴我，陪我一起走这一趟艰苦的路。出版的路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因为我过去就自己做了很多次的从头到尾一个人的出版，所以呢这次有你们，我的这个虽然说我只有两只手，但是有无形更多只手在我的背后，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来证明杜绝抄袭，然后维持公平跟正义是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要捍卫的正道。好，那你喜欢今天的纸砖吗？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跟着绿老师一起拿起来，然后用一个手臂的距离，它虽然就是这么小的一张，你可以对着它许愿，你也可以对着它赞美自己。好，就是一张夜空中的木卡，这个木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爱，每个人都带着新生的爱，然后我们面对九月的开学，那一起一边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一边又为着我们525社团而奋发图强，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好，希望今天的快闪直播你会喜欢哦。说着说着也过了50分钟了，只要跟你们在一起，时间好像永远都不够用。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九月以后，绿老师会正式闭关了，这几天在整理情绪跟整理我们彼此的连结，不希望因为闭关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恭喜大家回娘家，也谢谢大家进入新家来做一个文编，做一个美编的工作，真的很谢谢大家，感谢，感谢你的，阿里阿多。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有人要跟我说话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放大家离开咯。那如果你也已经把你的图画完了，欢迎上传到我们脸书里面的社团，不管脸书有几位，绿老师还是跟以前一样，管理几万人我也是一样，管理几千人我也是一样，现在管理几十个人我也是一样，永远都用最真诚的心帮你们过滤所有的教育资讯以及
线上、业界、学界适合大家的课程。当然，如果我能为各位授课，可以帮大家省荷包，这才是我最最最大能回馈大家的。其他的部分，绿绿老师真的无能为力。就像美方说的，如果100禅要去外界来上课，要花一大把银子。听到这句话，绿老师已经非常感动了。谢谢大家的认同跟认可。有什么备课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也许我因为眼睛的关系没有办法打太多字，但是我会简单扼要的回复各位，让各位可以得到答案，满心欢喜的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好，那今天谢谢云子，谢谢叮当，谢谢芝玲的留言。好，如果你有在看，但是你没有留言，希望我念你的名字，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打上5208吧。好，520，我爱你，谢谢大家回来。那之后还是一样会丢讯息进来，只是说没有办法像过去100禅的时间每天每天每天陪着大家，但是 YouTube 上面会继续更新。好，可能是一个缩时，可能是一个壁柱砖，可能是一个过去的影片。不管如何，绿老师还是会辛勤的耕耘属于你跟我的这一块公益的园地。谢谢大家，拜拜。520，好，谢谢秀珍，好，午安哦。好好的迎接开学吧，拜拜。如果你是一颗星，我也是一颗星，愿我们心心相惜，愿我们在星际流浪的这个旅途当中彼此扶持而不敢孤单，愿我们连成一片星图，闪闪亮亮。绿绿私塾 FM20999 快闪直播，我们下回见。如果你是在 FB 里面看到这一则，你可以按重播，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到，你可以下载，而且我们欢迎你留言，我们欢迎你订阅，小铃铛开启，随时通知你，我有更新哦。拜拜，下回见。